经很久没有看过樱花了。哇，那么多。Kiss kiss. 啊啊！这老爷们。Hello， 大家，解封了，解封了，家人们，我们终于解封了，嘿嘿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个夜宵，因为这段时间就是胃口有点伤心吧，所以我们可以去吃夜宵了。新买了一条裤子，还挺好看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也太乱了。叫马蹄裤，你们喜欢吗？然后我们今天，我本来是想跟我的小姐妹去喝点东西的，但后来就是大家吧，天天口号喊得很响，然后每天、哦、我要见面，怎么怎么样？然后真的，我说解封了，出来了，然后天，哦，哎，明天吧，要不你们周围应该也很多这种吧，所以还是小郭最可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说要不要吃点夜宵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去吃，上次之前有吃过那个微黄广福和小海鲜，然后看一下那片区域好像还行，疫情不严重啊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注意好防护的哦，只是说出来稍微放放风太憋了。这种解封的感觉就不但是身体的自由，就身心都很自由的感觉。转马卡带你一起到洛杉矶，吹着风和你看车窗的风景，看星空就躺在好莱坞。十一点钟的徐家汇，这是上海吗？这是上海吗？可怕。对，鸡堡来了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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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是炒肥肠。我到每一家店，基本上有炒肥肠的时候，我都会点肥肠，我超爱吃。鲜虾饼。先喝口汤吧。最鸡堡是有酒味。餐厅里还是挺多人的，在那片区域。然后我们现在坐的就周围是没有人的，就选了一片比较隔离开的地方。之前我们来过一次，上次想吃醉鸡堡没有吃上，上次吃的是那个沙爹牛肉，那个也好吃。然后这个汤也很好。肥肠，这肥肠好吃。肥肠好吃，这个肥肠好吃，肥肠等于非常，羊肉也好吃，然后这个虾饼，虾饼挺好吃，好实在的感觉，这种虾饼。虾饼好吃，跟那种泰式虾饼不一样，那个头上有个绿毛毛。这是我新买的，最近的新宠。总觉得就是，一身比较沉闷的服装颜色，然后搭配一个绿的，在头上还蛮好看的。但是鸡翅好嫩啊，这个鸡翅啊。我为什么想快点搬回市区？其实吃也是一方面。就这样就能拍到上面。噔噔，有一种整条马路都是我的感觉。还有车子，我们现在回家了，吃饱喝足，然后想吐。想吐，因为吃太撑了。晚上在家里吃了红烧肉，然后我干了两碗饭，我
我要吃夜宵。我的胃口其实说实话真的是比较大的，但是原来不胖啊，现在会胖啊，很难受。人生当中只有两次减肥是减下来的，一次就是生完宝宝减肥，还有一次就是我结婚前办婚礼前减肥，只有这两次是减肥成功的。Hello， 现在是解封的第二天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我妈妈家，干脆在那里住上一天，因为每次都是中午去晚上回来，然后今天就是不想折腾，就想住在那里一下。现在去接小甜椒，小甜椒跟奶奶去学会冰浆了。哇，这樱花好美啊。好好看啊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樱花了，好多人拍照啊。行，我发型底下啊，不用睡觉，可以了，在录了。我们现在在我妈家，每次来就是包口福的。小甜椒，啊，啊，还怕什么啊？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很舒服。为什么？可以晒到太阳。晒的。给你舔舔。哎耶！给你洗头就好。哎。你看，太厉害了。你看，你握个手，小甜甲。来，握个手。没事，再拍一下。舔你手手了是不是啊？宝宝洗手手。下一个妈妈。哦，来妈妈抱上你，妈妈抱。好，妈妈抱凯莉了，妈妈抱凯莉。不要抱上，怎么办？好，要没人，不要宝宝了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和我妹还在 HPV， 我上次已经打过一次了，然后今天是第二针。他前几天还跟你们打电话了吗？好像疫情严重了吧，人家都瘦了。我就说你怎么感觉今天你好像肩膀更宽一点了呢？好瘦啊，怎么我这么臃肿啊？哈哈，第二针更痛的，痛一点哦，第二针比第一针更痛。他们要出去玩啦，去楼下散步了。哎，这个草莓好可爱呀、啊，然后特别甜。他们下去玩喽，下面好多小朋友。
好开心啊 Kelly。我化了一个妆，然后现在要跟我的好朋友们、我的姐妹们出去吃个饭。你们知道把孩子放在娘家的快乐吗？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，完全不用自己带娃。啊，好久没有开这辆车了。啊，热了。他们现在在洗头，我现在去那边找他们。那上海的小伙伴都去哪里洗头啊？平时，反正我和我的朋友都是在3AM，常客了。上海有很多家，我们在等那个红头发的妹妹。我们吃这家港酒。Thinking back to phase one, with rolling mallets and the bass drums, early hours in the drive-thru.男的女的？我都挺羡慕有那种社交牛逼症的。哇，那个，对啊，你们湖南的呀？对啊。现在要去个静吧，看不怕冷的都市丽人。哎，现在还没有人，我们是不是来太早了呀？我大概这边都坐满了。你看我们这里还可以放歌，然后他上去放歌了。这里是帮你们加座的。我们三个在酒吧点的东西，两杯热牛奶，一杯可乐，无语了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躺在床上了。我待会再卸妆，我不是带妆睡的，就是我待会再卸。我只是现在想先看下电视。然后大家有些人问我 Kelly 去哪里了 ，Kelly 其实现在是在我妈妈家养着，等到时候我们装修好房子，搬回市区就会把她接回来。然后现在就躺在我旁边。Kelly， 赶快吃。Kelly， 哎，你在吃什么 ？Kelly， 他又在咬乱咬东西，哎。他见到你就特别皮。我宠你是吗？好长的一个蜡笔熊。现在是凌晨3点钟，我们又点了一个夜宵，等。是杨记牛蛙面馆，我之前住在这边的时候就经常点这家，然后已经很久没有吃了。这牛蛙真的还蛮好吃的，是我的。然后这个是腰花，我妹点的是大肠面。这些的味道都一直在吃。哎呦。Hello， 大家，哦，好正式啊！本来今天我打算拍一个对我的 Q&A， 但是我看今天天气好像不是特别好，多云的天气，然后我觉得光线没有那么好。从明天开始呢，就都是每天都是很好天气，都是大太阳，但是呢，我们依旧是出不去，挺憋的，每天都要带孩子啊，然后自己的事情有很多事情都因为疫情，然后就做不了。我现在每天过的日子。就真的是重复着，每天都是一样的，每天的流程也都是一样的。就像我现在就是刚刚吃好饭，然后带宝宝出去散步走一走，然后宝宝现在睡午觉了，然后我现在就有时间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虽然录不了 Q&A， 明天再录，但是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发现的好物。之前也跟大家说过，自从我生完宝宝以后，我就感觉我自己的身体就跟原来完全不一样，就大不如从前。然后再加上每天带宝宝真的是个体力活，随着就是真的
段时间的身体啊，还有年龄的变化，逐渐得出生活的真谛。光对外表的保养其实是远远不够的，现在就是还是要学会养生了。就身边有朋友就给我推荐有个可以为你量身定制维生素的一个品牌，叫 Lemonbox。 然后这个品牌呢，它是在微信上有个小程序，新的账户点开以后，它会有这个个人营养问卷调查，问卷时间大概就是3分钟左右，从基本信息、营养目标、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4个维度答题，可以选自己最希望改善的方面，然后它会根据你的情况出一个营养报告和私人定制的方案。比如我做完这个测评以后，它给我推荐的就是亚麻齿苋、益生菌和钙剂。这个亚麻齿苋呢，它是一个草本植物提取的，可以补充脑力，产后肯定是有记忆衰退啊，然后就是脑子跟不上的时候嘛，赶紧改善一下我的这个记忆力衰退，让自己脑子好一点。每天的用量呢，它是给我们分好的，一天一袋这样。今天我刚好没有吃，这个对于我来说就非常方便，又有仪式感。最近不是在隔离嘛，多少还是有担心这次疫情就传播力很快很快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。然后 Lemonbox 因为疫情，它最近所有免疫力相关的产品都有优惠，而且 VC 是可以免费去领取的，所以说现在像我一样有这种养生需求的，想要提高免疫力的姐妹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。 Hello 大家，今天是3月28号，然后我们前几天不是解封了吗？昨天上海统一出了一个政策，就是以黄浦江为准，先浦东隔离4天，再是浦西隔离4天。我们现在所在区就属于跟浦东一起走，所以我又开始隔离了。晚上我们要吃火锅，可能我们家食物物资还比较齐全，可以吃火锅。酒了，这个酒很好了。嗯，你这个药已经醒好了。你要看看有没有留下。准备为你来做。每天先在家里看看鱼吧。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身旁。小郭给我切了一盘草莓，然后他就去打游戏了，然后我就打算一个人看看电影啥的，找部电影看。宝宝睡觉了，又是我们自己的时间了。然后这两天每天晚上都看了一部电影，前天看的是这个《给朱丽叶的信》，这电影真的很好看，会让人会相信爱情的一部电影，很适合女生去看，就是很甜，然后很浪漫，这个也很好看，《时光尽头的恋人》，帮我找一下。打算看这个，是。我现在在和朋友线上剧本杀，我是这个五，我简直就是小白。Hello 大家，我们现在吃夜宵了，因为我们今天上去比较早嘛，9点多就睡了一觉了，睡一觉然后睡到1点多，然后跟我朋友打电话，然后就饿了，先吃水饺。我们比较喜欢吃那种汤水饺，带汤的，然后我吃的是这个鱼水饺，炸鱼，怎么是这样读吗？不知道。还有个是这个湾仔码头的大白菜猪肉水饺，现在在煮
你看我们备的料啊，小米椒、葱、蒜泥、香菜，就真的很好吃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然后要做汤水饺怎么做，就是我平常是怎么做的，就是我个人感觉蛮好吃的。首先呢，这个是精髓，就是挖猪油。猪油是精髓，我们俩还蛮喜欢吃猪油的，这种油一点特别香。然后吞口水了，开始海鲜酱油铺个底，香醋。如果你们喜欢吃酸汤的话，可以醋多放一点。蒜末、香菜、小米椒基本上就都是我的了。给它三葱，然后一人十二个饺子，然后我吃的是那个鱼饺子嘛，鱼就是绿色。饺子汤，精准，把它搅开。你在吞口水了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然后可以尝一下汤的咸淡，如果淡的话可以继续加点那个海鲜酱油、醋啊什么的。哇，贼香。嗯，我觉得差不多。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我超级喜欢的一个花生米，是盒马买的，然后它是海苔味的，叫台条花生，真的好好吃啊！这个花生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已经经常买。干完了，睡觉吧。我吃了十二个，小郭吃了十五个，吓死我了，十五个，满足了吗？你那个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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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kiss kiss， 嗯 ，kiss kiss， 嗯，看这个草莓。还有这些鸡蛋，然后还有一些菜都是他们送过来的，还有以及就是小区团购一起买的。哎，我们现在就很像那种在战场上那种要别人投送物资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，对，我们要继续隔离了，因为我们街道有确诊，只要街道有确诊就是要加七天。我们是属于浦东这片区域管制嘛，所以我们已经隔离四天了，所以今天是四加一天，第五天了，隔离第五天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，只要街道有的话我们就得加七加七加七。现在去散个步，我听到他们的声音了。妈妈妈，我们这里是谁？我们这里是谁？谁到终点？来，是谁？哇，我数到一三二一，救好，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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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我们重来。你来讲，好，我们也抢。好，我都有。他穿了我的拖鞋，看到了吗？拖鞋耶，我们是两个人呢，重新来过，高兴了。对，不可以作弊的耶。来了，哎呀呀，来追我了。啊，不小心要演戏了是不是？好这样的。哦，爸在这里，爸在这里。好，我们来比赛了，我们来比赛，爸推着。他们在比赛。最喜欢的一块区域，然后来给我们来配一首青花瓷的配乐。
我现在要回家拿下鱼食，可以在这边喂鱼。这边鱼就是比家里鱼好看一点，他们就会好像很饿的样子，但家里鱼就是每天好像对食物无欲无求。小孩特别喜欢喂鱼，那我真的是没有素材了，我天了，我不知道我拍什么每天。然后我觉得就很无聊，这样拍出来，因为我平时的 vlog 就真的是蛮丰富的嘛，就是不是说蛮丰富，就真的是我有事情才会拍。像平常我这种就是散步啊、喂鱼啊、带娃这种，我就很少拍。但这其实就是日常，就是在家里的日常。很想给大家多更新，但是真的没有素材，就你们会觉得无聊吗？把门关起来吧。在那边，嗯，挺有劲道的。嗯，东航，好好吃，东航休息室里面那个面，这个到时候管家会跟您说的。团购的菜，小区团购的菜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刚刚我们团购的菜，小区里一起团购的青菜、芹菜，然后上面五花肉、排骨、筒骨，街道发的菜还没有到，今天晚上也会送来。这些菜应该又够我们吃几天了。现在是凌晨12:22，刚刚物业告诉我们，街道发的菜终于到了，然后他们在卸货。消毒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在等着。送来了，送来了，哇，三大袋。因为我们这边是别墅区嘛，然后就是每户人家家里人可能都会比较多，但是住户居住率比较低，所以就给的比较多。我刚把这个袋子打开了，一共三份，每份里面东西应该都一样的。鸡胸肉吧，这边是猪肉，挂面，
然后土豆、包菜、西葫芦、黄瓜、芹菜、莴笋，够够的。Nice。这个是爸爸的，这个是我的。嗯，搅几下。嗯，多搅一搅，然后捏一捏，下面捏一捏。这样捏一捏。对，捏一捏，然后再转一转，转一转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蘸上，然后滴那个。滴几滴啊？滴四滴。哦，行。那个滴在搅他们的。先给我出来，还是做？我刚已经上传好了。烤个新奥尔良鸡翅，然后这是我刚刚腌了2个小时的，好了，放进去吧。哇，夏天180度，18分钟。对，中间翻个面。好、嗯，你想吃吗，小甜甜？赶紧翻个面，看上去很不错。嗯，大家翻好面了，然后再继续烤9分钟。现在玩具拿来，一定要玩具，这些都是外面拿进来的，不可以呀、啊。来，冒烟了，滋滋滋，它冒烟了，好香啊！等一下还可以再煮，等一下你们还要煮，继昨天的鸡翅以后，我们今天又腌了两个手枪鸡腿，大鸡腿，哇，这是辣的。热气腾腾，还可以哦。嗯，流油吗？嗯，这挺好吃。蒸熟就来发凉喽。哇，那么多。好，就放在这吧。好，放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嗯。我们是放着拍个照片吧。黄饺子，然后什么大白菜、胡萝卜、鸡翅根、土豆，又有土豆了。也有鱼。嗯，今天是给了2份，没给3份，还有一盒红牛。今天是一样的。嗯。那这期的 vlog 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又是一整期几乎没有化过妆的 vlog， 我好想化妆啊，好想美美的拍视频啊，哎，好了，那就这样吧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希望下次见的时候我已经解封了，拜拜。